下这一题，这一题它是平衡状态的话，合力矩为零，这是逆时针力矩 ，FB 是，FC 是顺时针力矩 ，FB 是逆时针力矩 ，FA 是逆时针力矩。那这两个逆时针力矩等于顺时针力矩的时候，它就不会转动嘛，对不对？那逆时针力矩怎么算？力乘以力 B， 力 FA 乘以力 B， 小心。力臂是力的作用电到支点的垂直距离，所以是30才对。小心这一个。FB 的话，力乘以力臂，力臂是10。FC 力乘以力臂，力臂是10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写出这个答案，这一题就可以轻松得分。